到小五故事会，今天小五带来《魔道祖师忘信奇缘》第66集《蓝湛》，你都听到了什么？好几天没报，老老实实报一会儿不好吗？你是小凤凰，不是小海豹。蓝湛，你什么时候醒的？魏无羡抬起手，一点点爬拉开蓝湛的衣襟，露出一大片暖玉般的胸膛，然后再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小脸悄悄挪过去。皮肤相贴的那一刻，魏无羡满脸惬意地闭上眼睛，再也不想起来作妖。听觉和触觉一直都醒着，就是无法睁眼，更无法开口。什么？你都听得到？嗯。魏无羡刚要抬头，就被蓝湛一把按了回去。他不只听到了白天人来人往时众人的对话，他也听到了夜半无人之际这只小凤凰不便对外人道的窃窃私语。蓝湛，你都听到了什么？魏无羡不确定的开口，暗地里祈祷蓝湛不要把他的碎碎念全部听了去。他不是脸皮薄，只是担心这只大白菜别有用心，抓着他的碎碎念不放。你说天天就是天天，不能食言。你说我欠账太多还不清，那你还知道什么？魏无羡眼珠溜溜一转，心虚的小爪子下意识的在蓝湛胸口抓挠。你每晚都要在我身上爬过来爬过去好多次，还想方设法让我抱你。双臂紧紧搂着怀里的人，蓝湛一个字也说不下去。那三个夜晚煎熬睡不着的魏无羡，又何尝不是在折磨睡不醒的蓝湛？魏无羡尝试一次，蓝湛心痛一回，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将蓝湛的一颗心也碾压成泥。他拼尽全力，想要将魏无羡拥在怀里，可无论他如何努力，一切也只是徒劳无功而已。通关圣境，他早已经身心俱疲，三日醒来已是奇迹。蓝湛，你在第七关的时候闯关速度明显变慢，你看到了什么？蓝湛声音里的哽咽，他怎么会听不出来？为了防止这个不善言辞的人过于自责和自我反省，魏无羡不着痕迹地转移了话题。第七关，我看到自己被天族长老带走之后，你不哭不闹，一见穿心的样子。蓝湛明知是幻境，却还是扑了过去，将浑身是血的人儿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试图帮他止血，口中不停呼唤他的名字，直到那个虚幻的魏无羡在他面前化为一缕尘烟，被微风吹散。蓝湛，这不怪你，都怪温煦那厮寻衅滋事，要不然我们早就拜了天地，入他洞房，等我们寿终正寝之后再回到这边重新开始。明天我就去把温煦那厮给炖了。母亲说过第七关是心魔，看来这个只会默默去做什么也不会说的人，把人间魏无羡英年早逝之事默默放在心底，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只会无声惩罚自己。蓝湛，你躺在好几天，身子僵不僵？要不要起床活动一下？蓝湛，你躺了好几天，身子僵不僵？要不要起床活动一下？嗯。明知怀里的小凤凰没憋什么好主意，蓝湛还是心甘情愿地送人头上去。真的僵啊？哪里僵？魏无羡海报称再次上线，眨巴着一双狡黠的大眼睛，毫不掩饰眼神中的作恶欲。哪里都僵？真的？魏无羡一脸惊喜的直气上身，两只小爪子暗戳戳的抹刀霍霍。他完全不记得刚才蓝湛那两只大手按他的小脑袋按得有多么顺手。蓝湛醒来，喜不自胜的某人像一只撒欢的小兽，那贼兮兮亮晶晶的小眼神，看花了那双浅琉璃色的眼眸，也融化了那颗幸福到不知身在何处的心。嗯，看着魏无羡妥妥大尾巴狼的模样，蓝湛勾唇一笑，按下决心任自己的小凤凰为所欲为。那我帮你揉揉活动一下。好。魏无羡摩拳擦掌，一副要把蓝湛生吞活剥的模样，伸出两只软萌萌的小爪子，双手用力将床上的人的翻了一个面。蓝湛前一秒还沉浸在被心上人伺候的幸福中，下一秒就被魏无羡的骚操作给打懵。正面难道不好看吗？蓝湛趴在枕头上，低头看着眼前的一小片床单，
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的时候，某人跃跃欲试的小爪子就出其不意地按在他的臀瓣上。魏婴，别闹。蓝湛顶着一脑门子的黑线，无可奈何地开口。那两只不安分的小爪子像揉面团一般又捏又拧，肆意搓钻，还越抓越上头，根本就停不下来。大骗子，跟我说适可而止。大尾巴狼，害我提心吊胆好几天。魏无羡得寸进尺，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跨坐在蓝湛大腿上，又用力拧了两把，拧完还啪啪地打了两下，响亮至极，也清脆至极。魏婴，差不多得了。蓝湛反手握住身后那两只邪恶的小爪子，三分认命，七分宠溺地低声遏制。没事，我不累。你别动，按摩可以放松肌肉。魏无羡故意曲解蓝湛的意思，小手握成拳头，开始一本正经的一路往上敲打。蓝湛，你软了。某人一边敲，一边捏，顺着蓝湛的脊柱一路向上攀爬。当然，小嘴巴巴的也不肯停下。软，软什么？什么软？蓝湛躺了三天，背上的肉肉都软了。这是实话，蓝湛的肌肉线条优美而有力，又韧又紧，还特别的有弹性，手感贼好。不知道是不是三天没动的缘故，手感有些发软。蓝湛暗中松了一口气，这只迷迷糊糊的小凤凰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软字对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蓝湛，蓝湛。嗯，蓝湛。嗯，我在。一对小拳头敲打到蓝湛肩头，跨坐在大腿上的魏无羡上身前倾，贴在蓝湛温热宽厚的背上。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千言万语何须说出口，千般情思如涓涓细流，带着彼此的依赖和眷恋在血脉中游走。窗帘轻拂吹开一室缱绻，烛光摇曳铺就满地温柔。魏婴，我想抱抱你。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蓝湛背上的小龟壳一动不动，蓝湛只得微微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小东西抱在怀里不香吗？蓝湛。魏无羡双手攀着蓝湛的肩膀，四肢并用往前蠕动了一下，一声含混不清的一语之后，就是均匀而悠长的呼吸。三天三夜没怎么合过眼的人，神经一旦放松下来，铺天盖地的困倦就会席卷而来。